那我们在这里呢，就一直被封，没有自由。本来我们就想说跟小孩，我们是以前是在这里上班的，然后就自己做生意，然后就这个疫情嘛，一直没办法，生意也做得不好，那也不想这样子，老是被困在一个地方，好像就自由没了。好像就出了几个案例，然后就马上要大筛查，是这个原因吗？对，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没个必要过，其实我不想做，可是他好像是说必须做，根据我们小区发的通告说我们必须要去楼下做三天一个大筛查，然后我又怕如果我不做我会不会变成什么红马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就去做了。现在的人嘛，怎么说呢，其实新冠都不怕不算什么，怕的是照片那个就是什么，是怎么说？